胡宇威的腰好好抱哦，陈婷婷真的赚到了。哎，我就没有想到他会来哎，天哪，好开心他来哦，还好他有来。他保护我，他怎么能害怕？是，对啊，我这边必须要得，就算不知道怎么游，也要装着怎么游。谁说你？加油！胡宇威哦，胡宇威的腰好好抱哦，陈婷婷真的赚到了。哎，我就没有想到他会来哎，我第一眼看到他是戴口罩嘛，后来我就说是宇威吗？他就把那个口罩拿下来，天哪，好开心他来哦，还好他有来，他来 share 我们的出活，然后他也是我们安全的后盾呐。他要保护我，他怎么能害怕？是，对啊，我这边必须要得。就算不知道怎么游，也要装着怎么游。我跟你讲 ，even 我跟你讲，在海上，连胡宇威这样大帅哥在我旁边牵着我的手，我还是已经断理智线了。只是我没有对他说脏话而已。他都已经说，依文姐，我没关系，我牵着你，我牵着你，我真的，因为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，千万不要骂脏话，不要骂脏话，我就一直这样。别跟我讲话，闭嘴。只有宇威，我稍微有忍住。三姐妹。应该是算是第一次，算是浮潜跟划独木舟的话，应该还蛮不错的。而且他们是没有经验，然后有不会游泳的不会游泳，然后也没有不会憋气的不会特别会憋气。他们蛮勇敢，非常勇敢。第一次这样都没有训练，然后觉得就说走就走。水上面跟水下面那一刹那，你要进到水里的世界，那真的就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因为你在进去的时候你会很紧张，在过程中你拉扯很多次之后，到最后你真的进到水里头，看到海龟，突然觉得哇，好安静哦。对，然后再出来就听到演员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钟先生你骗我。说到比如说，我在祖母，我都够载人啊，在船上嘛。然后他们就说带我上啊，然后我就说好啊，你告我多，你快好了啊，开开开开开。啊，小阿妹一九六个公。以前就跟船长阿狗姐阿狗姐阿船长啊，以前跟杨贵美啊，啊杨贵美姐杨贵美姐，我见人说话就选人，还选人嘞、欸，前面说我不会倒，不会倒彩郎啊，好险我们两个先上，对，好险，当你好像征服了某一件事情。或者是到最后，你真的看到那个海龟从你旁边这样游过去的时候，就跟你距离这么近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已经真的划独木舟划到终点的时候，好像也有觉得说，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哈。那前面那个鬼吼鬼叫是什么东西嘞？就是好像已经先得发泄一番，你才可以到达某方面来，就是我人生的写照，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《老少女奇遇记》可爱的一点是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做，我现在不登上这个山，或我不登上这独木舟，不会再有人这样保护我，不会再有一个胡宇威这样的天才在旁边 stand by， 然后不会有一群人担心我们的安危。我们都到这个年纪了，还不是？我就站在后面，我跟你说，他都没有回应老板，老板就说这个饮料啊，就是对面小朋友都会来买的。我想说，为啥没有回应？我就看一下，他讲。然后就拍我不要这个老板娘跟老板娘跟你讲，我整个退出来。现在就配合嘛，管他的。老板娘，你可以进去。对，老板娘刚介绍是什么？人家跟你说你好了。